在地的台湾的优好的茶叶做成一系列的台湾的茶叶的商品这样子。那你的那个产品为什么动画是有这个动画本身的那个动漫的那个原创的名字叫做茶叶少女，这样子。我就是因为他是台湾的原创 IP 原创者，然后又是茶叶少女，他针对绿茶、青茶、金萱、红茶，有一系列黑茶、白茶一系列的动漫。那我那时候是先跟他结合四个主角，然后做了四款茶。嘿，当然茶叶都是咱台湾的啦，咱台湾原来的茶叶，然后我把它做成三角立体袋，然后也是用我们台湾的比较好的原片茶，虽然是金萱，可是我是用高山金萱，对对对，是用我们台湾的原片茶，都是台湾的台湾，全部都台湾茶。啊，结合那个你的产品包装本来就是做动画吗？还是为了做动画？我的产品包装是因为看到他们年轻人这个 IP 动漫的这么优秀，然后我就想说把它结合成不同的包装，因为我们台湾的茶叶的包装就是，要不然就阿里山，要不然就是樱花，要不然就是一个台湾图腾，所以我就觉得。来支持年轻人把台湾的茶叶包装变成一个很可爱的样子，对对对。哦，是。所以本来你的产品就是这个包装。我本来的产品是长这样，素素的。素素的。嘿，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年跟那个马吉猫，也是一个 IP。马吉猫就是木栅动物园跟猫缆的那一个马吉猫的 IP， 我们一起合作做了一个公益的礼盒，就是跟 ARTT 跟他 ARTT 做一个公益礼盒，只要有人买了这个，我们会捐助5%给那个 ARTT， 就是台湾动物保护协会。对，哦，对，这个是那个台湾动物保护协会公对对对，我们跟他联名，嘿，所以每销售5%都是做公益，对，我们销售的5%我们都会支持小动物们，哎。感谢你，谢谢支持台湾的，哎呀，不然都大部分都是其他国家的啊。我们公司的品牌叫沏茶所，沏茶所，对，因为我们家是七代茶农，哎，所以叫沏茶所，对对对，这么刚好，对，就是不一起跟自己家里面有相关的，哎，因为那个大哥是那个记者，对，谢谢。